Hello，今天吃欧包，芋泥肉松麻薯。配个酸奶。咸蛋黄芋泥，喝的是调理身体补气血的，每天坚持那条，越来越美哦。再来吃下一款，抹茶奶酪红豆，里面有红豆、麻薯、奶酪。他们家麻薯真的很优秀。百香果奶酪，这款整体口感很清新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这家欧包店真的特别推荐，他们家性价比特别高，用料也很好，面包体也很松软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我测评的话，请评论告诉我，拜拜。